是杀不了我。你的介绍做得非常完美，我相信两位经销商一定会行动。啊，只有两位哦？你放心，这两位经销商可是北部最大的，只要他们满意，我们的咖啡推广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嗯，你放心，他们一定会满意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是无止境的好红哎。Hello， 你好，要不要喝免费的咖啡？哦，他们竟然把卤味摊的咖啡桌搬来这里，我只见他真的很爱咖啡。经典 WL Coffee 免费品尝。是不是有免费试喝啊？比如都来了。嗯，有一点果香，味道很清爽，很明亮。所以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啊？我本来去店里找你啊，但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你，而且你还把摊子拉出来，还可以免费试喝啊。是啊，有人说会有经销商来试喝嘛。但我等了老半天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，所以只好听你林小姐的话，做好委托交办任务，上街头来推广我们的古林咖啡。这么认真啊？总不能把希望都放在别人身上吧？我可不是别人，我是出资的合作伙伴。我虽然没出钱啊，但既然也是股东之一，总不能等死吧？有道志，这才是我认识吴子健。很高兴 WL Coffee 有这么认真负责的股东。我已经约了经销商，明天到店里，到时候就看你表现。我的专业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让他们大吃一惊，大吃一惊。要大吃一惊？会。大吃一惊，很好喝，你慢慢喝。前面有车祸哎！那个是子良刚刚开的车吗？你今天怎么来的？哦，我开公车来的。子良。快点车！哎，这里不能停车，小姐。哎，这里不能停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干嘛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里面的人呢？你们是驾驶吗？我们是他朋友，请问驾驶去哪里了？驾驶已经送医院去了。哪一家医院？那附近的嘉安医院。哎，走走走。停车！又找你们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有没有一个人被送进来？然后他叫吴子良。哦，吴子良，哦，车祸的，在那边。子良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跟千万没有坐你的车。如果我们可以坐你的车，应该就不会发生这种
子良，子良，对不起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吴子良是那一床吗？哦，不是哦，是最后一床。我应该要去找你，我应该要坐你车的。才几分钟的事情，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会的？我们应该要打你的车的。啊，真的，我只……你认识这个受伤的？你跟他很熟吗？不可能！能不能再伤心？你没事了，你没事。没事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啊。如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而且我这样会永远都很后悔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玉慧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我没有什么事，就小伤而已。你不要哭了啦，好不好？不要哭了好吗？我希望你可以正视你的内心，不要再逃避了，让我可以照顾你跟喵喵好吗？当我呼求，是你的手将我拉出地洞，没有丢下我。能不能在消失之前再见上一面？不要等到两个相爱的人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才开始后悔说自己没有做些什么。不要再离开我。终于看透僵持背后，你我没有不同。雪雨后的风不留言，像我爱你一样。本想半空中凝结成云朵，怎么会忘了你是爱我的，忘了你给我的梦，为日出感动，为失去泪流，为犯了错激动的相拥，怎么会忘了你爱着我，任大雨落下接受疼痛，当我呼求拉出地洞，没有留下我。还拥抱着我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两个互相喜欢？我知道武大哥一直很喜欢我姐，但在这之前我姐一直拒绝他，但我总觉得我姐其实是喜欢他的，只是没有勇气面对而已。既然是这样，就应该早点让我知道，别把我当一个傻瓜一样骗得我团团转。
哎，我姐可没有骗你哦，她不是来要求你要把工作跟感情分开。我说的是子良，既然喜欢玉慧，就不要在我面前演戏。难怪，我一直觉得她怪怪的。你就祝福他们吧。这次的车祸，我真的觉得是月下老人亲自牵的红线，让我姐终于有机会可以正视自己的内心。嗯，早知道，今天就不去农场了，搞得我现在心啊痛，好需要安慰。我去看一下我姐他们了。什么阿贝？都跟你讲过几遍了，洪大哥，洪大哥。喝口水。谢谢。对方是因为酒驾闯红灯，所以才会撞伤。他伤就比较严重，他的两只手、整个脸都被挡风玻璃的碎片给擦伤，比较严重。相对的，我就还好，只是手扭到，然后额头一点小擦伤，车子也没什么事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知道吗？我听到你出车祸，然后到急诊室，又看到那个人躺在那里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好担心，我好担心你会就这样走了。玉慧，你没事啊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牵住你的手，我一直牵着你的手，一直到我们两个人头发都白了，你好了，老了牵不动之后，你还会牵吗？牵不动就没法牵了，因为我会背着你。其实两个人相爱，然后能在一起，真的是很幸福、很幸运的一件事。就让我们一直幸运下去。好。子良，但如果我们在一起之后，以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。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开始又逃避了，又不理我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你差距太大了，你家人对你期望很高，而且我又带了一个小孩，所以我才会……你不用担心我的家人，我会想办法说服他们。我相信他们不是这种不明理的人。